Benny 啊，知唔知點解而家啲股票冧得咁勁啊？因為疫情。唔係啊，因為大將完大結局。嗯。親切送你，抱歉，後會有期。大將完大結局，今晚九點半，翡翠台。欣琪啊，點解而家股票冧得咁勁嘅？因為嗰個肺炎疫情咯。唔係啊，因為上個禮拜咧，大將完大結局啊。關咩事啊？大將完啊嘛。咩事啊？大將完啊，今日跌咯。Yeah. Michael 問下你點解而家美國唔係啲股市會大冧嘅？因為特朗普啦。唔係啊，因為大將完大結局。哦，耶！大將完。啊，你想講啲咩啊 ？Alan 啊，點解而家個股市冧得咁勁嘅？點解會跌得咁勁？啊？因為油價啦。哦，唔係啊。因為上兩個月，我上個月大漲完大結局。哦，其實我係冇睇過大漲完噶啦。但你有出戲啊？睇過呢出戲嗎？我知有呢出戲，不過我唔知咩嚟噶。唔緊要啦，去大結局，所以漲完咪跌咯。阿 B， 我問下你啊，你知唔知點解最近個股票跌得咁犀利啊？全球經濟差咯。唔係啊，因為大漲完大結局啊。我唔明白，我睇電視啊。於是知唔知點解最近個市冧得咁快啊？因為美股。唔係啊，因為大漲完大結局。哦。家姐啊，點解而家啲股票跌得咁勁嘅？因為而家啲市唔好咯。唔係啊，因為上兩個星期大漲完大結局。咩事啊？Number 杠是世界上最毒的杠头，每一次金融泡沫你都会听到一些 Number， 然后即刻会令到你三日三夜睡不着，你不停在想应不应该瞓身，想瞓身你瞓不着，想瞓身瞓不着，瞓不着你又想瞓身。